邓景先生，你在电报上说得很清楚了，我都知道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陈先生，你好像不太高兴啊。哼，你大兵压境，我能高兴吗？陈先生，你怎么会这么说的？我们联合起来不就可以了吗？我要是不和你联，你是一个精明的人。 你不会干那种傻事吧？我也不相信你会那么做。精明人有时候也会干傻事。我只要一想着和日本人干，我心里就觉得别扭。我还想和你再练一阵子，真练不过你，我再跟着你干。陈先生，你真会开玩笑。再练下去，我就会伤害了陈先生的所有财产。到那时候。 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，何必？做生意就是为了发财吗？你和我联合起来发财有什么不好的？不要固执了，我们是老朋友了嘛，啊？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自从我在青岛开染厂开始，咱们就认识。那时候你卖给我便宜的机器，还帮着我买机器。咱们俩那时候都年轻啊。 你请我喝日本清酒，喝醉了给我唱日本歌，我请你到我家里吃饺子，咱们俩还一起去钓鱼。那时候你多好啊，多有礼貌，见着谁你都鞠躬。可你现在，却来逼我。想起来，藤井先生，你做的不对。陈先生，我们俩在一起算起来快20年了，商业交往中。 我胜也好，负也好，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有伤害过彼此的感情。但是帝国的使命所迫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只要你肯跟我合作，你的工厂我会给一个不错的价钱，但条件是你必须出任总经理，不能再给我一座空厂了。 陈先生，你就说个数字吧，我不会驳你面子的。要卖也不是现在，我还想跟你再练一阵子。如果我真败了，我一分钱不要，红巨人厂归你，我跟着你干。那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青岛两个厂日夜开机，就等我的电报。只要接到我们谈判失败的消息。 整列车的布就会像洪水一样涌来。我请教一下，陈先生你，还有林祥荣、三元，能顶得住吗？这种抵抗有意义吗？你们军队都一枪不放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哼，我要真的和那帮窝囊废一样，你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？ 藤井先生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大家是老朋友了，各自留一点面子。真要干起来，大家都不好。国民政府虽然狗屁不是，中国商人却比他们强得多。以后你到济南来，不要这种样子，来逼我跟你合伙。如果不那样的话，咱们还是朋友，我还请你吃包饺子，好吗，藤井先生？你的意思？ 我们谈判失败了，哼，我本来就没想过成功，只是觉得大家是老朋友了，不应当弄得这么僵。那么，老朋友别怪我，我发电报通知青岛，开始发货。藤井先生，你这是要走吗？怎么，陈先生，我们还能再谈吗？
我本来是想等着你发货的，我已经张开了一张大网，正等着你呢。但是朋友一场，我让你躲过一劫吧。看完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你做错了。 邓景先生，当初我卖给你空场那件事儿，咱们扯平了。我们不说这个，我想知道，你是怎么想的，能告诉我吗？很简单，水往低处流，货往高处走。自从资文海一开业，我就料到你会有这一手，所以我就派了十几个人去东北。你们控制着整个东北市场啊。 你们在东北市场染色布卖2毛8一尺，花布卖3毛2一尺，真狠呐！你们这是炸中国人的油啊！除了你们日本本国的布，只有你的私牙牌才可以进入东北市场。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拿你青岛的2个厂来和我拼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你能得到暴利，你舍不得。藤井先生，你知道我天津开埠染厂的布都卖到哪儿去了吗？ 就是卖到你所谓的满洲国去了，那叫走私，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走私。藤井先生，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往东北走私布吗？成千上万，小到几丈，大到几件，你还用运到济南来吗？根本不用，我在青岛就全部给你收了。我要把你一毛二一尺的布装上火车，沿着唐山古冶滦县一字摆开，根本不用到山海关，一下子就把你东北市长全部给你冲垮了。 你们在东北实行的是专营制度啊！那些日本商人看到你不通过专营，私自卖布，甚至参与走私，把你告到国内。藤井先生，你还有命吗？你还拿着大华圆亨吓唬我，哼，好啊，来吧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我再从承德外围给你摆开一字长蛇阵，沿着察哈尔经草原全部给你向东北扩散。这是你们占了东北啊！ 要不然我把你的低价布买过来，全部给你运到日本去。藤井先生，你知道卢家驹先生干什么去了吗？陈先生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他就在唐山，他和我天津的两个高级经理正在待命，另外还有8个最大的走私贩子。我一个月之前就收了你1000件布，现在我只要一个电报，他们就开始放货，立刻沿着铁路向东北冲。 顶多4天，绥中、新城、锦州、新民，一直到沈阳，全是你的低价私牙牌，藤井先生，你希望这样吗？陈先生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知道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藤井先生，我没等你把布发出来，我就把这套计策告诉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不知道，我看着你还是个商人。我们曾经是朋友，藤井哥，20多年了，何必呢？听兄弟我一句话，别整天嘀咕嘀咕的。50多岁了，这样不好。你回青岛以后，把钱汇到我账上，我把那1000件布给你运回去，我不要你高价。 可以吗？陈先生，不管两国之间关系怎样，今天你让我看到了什么是朋友。告辞了。从8月16到现在，自家开业也就4多天时间。
这滕井在这里就放下了几十万，这个资文海啊，可是占了大便宜。现在又来了个劝业银行，这个放印子钱的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不知逼死了多少小买卖人。哎，你说人家开个小厂小店的，一时手头紧，向他们借两钱，这到了他也还不上，二话不说直接收场。这要说起来，这一帮子比资文海还坏。你说说。 这济南府本来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，出过李清照，出过辛家轩，怎么到了现在竟出起王八蛋呢？不行，六弟，咱还得想办法，不能让这帮子缓过劲儿来。哼，我料定这窝子啊不会有什么大出息，竟是一帮子外行。东宁哥，虽然说资文海只开业40多天，但是咱的市场却让他给搅和乱了。 咱有的客商回来了，有的客商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回来，咱还得打发人去请，这一正一反多大的费用！那天家驹给我念了资家合伙的广告，我就想，咱要么不办，要办得把他办得死挺挺的，从根上除了他这一害。对，就得这么办，不能让他一会儿缓过来拉上这个干，一会儿缓过来再拉上那个干，这样下去咱什么也别干了，光伺候着他吧。老三，你给林家写封信。 告诉他，资家这边的事儿，没让资文海和滕井逼死咱，这就是万幸啊！这一害啊，绝不能再留着了。哎，六弟，资家的布一上市，咱就拉上林家一块降价，急死他！咱不能给他留下一口气，气死我了！钟宁哥，你就没必要生这个气。咱要是一块降价，正好中了人家的计，那咱也就吃大亏了，那叫以大博小。为了这么一个厂子。 咱三家一块陪，这样的傻事儿咱不能干。自有德这小子还真不要脸，前天提着点心到我们家去了，要讲和，还说一块共同发展。我一想也没必要当场把他轰出去啊，就跟他一块瞎扯。扯着扯着吧，这小子来神了，非拉着我出去喝酒。喝酒喝呗，我灌了他几杯。这小子跟我说，他说李万奇到上海请高人去了。哎，刘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咱这一行里还有什么高人啊？ 高人不高人的那是后话，天外有天，那也说不定。至于讲和，啊，他想打就打，想和就和，咱这些爷都是中国机器印染的开山祖师爷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能讲和。我现在琢磨着，不是和他讲和，我现在琢磨着让他如何开不了业。对，不能便宜他。哎，刘哥，你说你为什么不等藤井把布全放出来之后，你再办他？ 老三呐，没那个必要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天跟藤井好言好语的叙交情吗？我是愣把藤井往好人堆里推呀。这帮日本人可都是狼啊！当初他往家驹家又是打枪又是扔手榴弹的，咱要是弄上几千件布往东北这么一冲，藤井肯定能给逼急了。藤井是逼急了，杀人的事真能干得出来啊！我说兄弟，多年前藤井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，我觉得是真话，我也挺感激他。 那是多年前藤井跟我在一起喝酒，他酒喝多了，拉着我的手跟我说：“国家太弱，个人太强就容易吃亏。”哎，东京哥，你知道我这辈子最佩服谁吗？谁呀？家驹他爹。哦，你说说。卢老爷子的眼力、财富和见识，绝对不在上海林伯清之下，甚至还高。当初人家是东家，啊，又是占这么大的股份。 却让着咱倒着四六分成，一般人能做到吗？我在青岛刚干了一个月，卢老爷子专程去了一趟青岛，当着我的面儿，他把家驹赶出去了。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纸，我是不认字儿，老爷子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我认，就这一行字儿，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。什么字儿？很简单，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己事不密。 则成害。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敢说出来吗？我要是说了，你们俩不一定谁，一高兴说走了嘴，那怎么办？当时家驹、陶飞和文东都在唐山呢。唐山离日本人这么近，藤井要是派人杀了他们仨，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书啊，看什么人读，什么人用，根本就不在多少。六子，我可是服了你的啊！
在济南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和苗先生还有寿亭，在大明湖的铁公子下棋，我用了个巡河炮，杀的寿亭是无法抵挡啊！哎，这次啊，他和藤井最后谈判的前一天，给我来份电报，上面写着小侄将用前辈之巡河炮狙击藤井。其实啊，他是成竹在胸，来份电报让我放心的。哎呀，这个人我太喜欢他了，这些天一直在想着，哎，给他写一幅字啊。你看看啊，嗯，写的怎么样啊？一炮巡河，三言御卧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看着你写的什么都好。哎，我不是问你写的怎么样，我问你对的怎么样。一对三，这是数字对数字，炮是兵器，言也是兵器。诸葛亮舌战群儒，骂死王郎，都是用的言，这比炮还厉害。好，对的好。你这正和李立翁那个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来鸿对去雁，宿鸟对鸣虫，对的严实。伯清啊，我盼着你天天这么高兴。爸爸，妈妈，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，看看这个事要不要跟寿亭去说说。什么事啊？你们父子俩谈吧，我上楼去了啊。好，好。赵东初来了封信，说那个模范染厂又和银行搞到一道去了。还说那个姓资的在上海挖高人，我马上派人出去打听了，原来是昌盛厂那个马子雄被模范染厂拉过去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太不利了。马子雄是精通印染行业各个环节的顶尖高手，他要是去了济南，那个汉奸厂又要作乱，恐怕连寿亭都对付不了他。哎呀，这些个人呐，你看我们那么样的请，出那么大的薪水，他们就是不肯来。为什么偏偏要替汉奸厂去干呢？当初我们兼并昌盛的时候，要不是因为这个马子雄，我们也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了。是李万奇拉他去的，说那个厂答应给马子雄两成股份。祥荣啊，这就是我们应该检讨的地方了。看来我们给马子雄出的价太低了。中国人不是一直有个说法吗？叫做一人兴邦，那当然也可以一人兴厂喽。哎，他要是去别的地方倒也还好，可偏偏是去了山东，又是因为我们没能留住他。哎，阿荣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来，我们能不能多出点钞票，把他从山东再挖回来？有件事情你不晓得。寿亭打败藤井之后呢，我到济南去贺喜，我专门请了所有上海在济南的师傅吃了一顿饭。寿亭和赵东初当时也在场，我就跟寿亭商量，想把模范染厂的师傅全部给他挖过来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，说资家是律师，要是毁约，立刻就会被起诉的。我想这个时候啊，马子雄已经和模范染厂签了合同了。哎呀，模范染厂要是有这么一位能人当经理，身后又是一家银行，那要不了多久又是一场大战。哎，你看藤井刚刚偃旗息鼓，又来了个马子雄。哎，我说你赶紧把这些情况告诉寿亭，让他好有所准备。好的，我马上发个电报给他。不不，我写封信，详细跟他介绍马子雄的情况，然后派人给他送过去。对，一定不能让这个汉奸厂东山再起。想想寿亭办的那些事情啊，漂亮，马子雄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不能大意啊。当初马子雄没有把昌盛搞好，那是因为那些股东都是外行，发财心切，竟给他捣乱。马子雄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。当初昌盛要交给马子雄全权经营啊，那昌盛可能就是上海最大的印染厂。现在
模范厂这个父子两个嘛，哎，我看他们在用人上倒是很有一套的，连李万奇这样的人都受到他们的重用，那说明他们很会看人的。不能大意，不能大意，你抓紧办吧，赶紧去办啊。哦，对了，我给寿亭写了一幅字，本来想裱好以后寄给他的，既然有人去就带去吧。你在信上一定要说一句，就说让他有时间的话到上海来一趟，我很想他。好的。马经理不愧是印染界的精英啊。哪里哪里，我跟高经理都是外行。只不过呢，您能不能再说的具体一点，最好举个实际的例子。我是律师出身，最注重实际的例子。济南市面上的三家花布我都看过了啊，从印工上讲还都不错，但是缺少了一道工序。哦，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感官上跟他们有所区别，让老百姓用手一摸就买咱们的布。哎，怎么能够让老百姓一摸就能够买咱们这个布呢？织布啊，先得浆洗，让每根棉纱都挂上浆，这样线才硬才好织。但是织好布以后必须把这层浆洗掉，否则颜色到不了布丝里，全在这层浆上了。老百姓拿回家去一下水，颜色掉了。啊，我们有那么多淘洗机干什么？就是为了把这层浆洗掉。但是一般的工厂在印完之后，除了拉长拉宽整平以外，它就不再上浆了。这样这个布看上去是又软又薄。我们布印好之后再挂上一层浆，老百姓一摸又厚又硬，他们是外行。同样的布，我们的布显得结实，他当然买我们的了，我们的优势不就显出来了吗？好，很好。只是再挂一层浆，这个成本可就……你放心，花不了多少钱，一件布最多一块钱，可是效果就大不一样了。我在昌盛的时候跟林祥荣用同样的绡布印花，可是他的虞美人硬是卖不过我昌盛的兰桂族啊。哎，可惜啊，昌盛的那些股东们不懂行，不舍得花这一块钱，不舍得挂浆。要我说，昌盛倒他就倒在这一块钱上了。那么陈六子如果也挂浆呢？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诀窍，同样是德国海德堡的印花机，陈六子为什么印不出花布，非要到上海去请师傅啊？啊，你说挂浆，林祥荣他也挂过，挂得让人看出来了，他就不能再挂了啊！你放心，等挂浆机来了以后，我稍加改动，只要我们保密，陈六子他绝对学不去。这个没问题，那个机器呢，让我乡下的那些个亲戚开，谁也进不去。好，那好，那好。再有就是价格问题了，价格还要低啊。当然我知道现在市面上花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，几乎没有什么利可赚，成本大家也都差不多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把成本给它拉下来。怎么拉下来呢？怎么拉下来？我们招标。招标？对，上海布也罢，日本布也罢，谁的价钱最低我就用谁的，中标者就是我们今后长期的供货商。这样一来他们为了得到用户肯定互相压价啊！我们再把上海路德拍卖行请来，所有的竞标者都必须先付保证金，到时候如果不能如期按价交货，这些保证金归我们所有。您放心，董事长，日本的大件最多75元，本部的小件儿最多不会超过60元。好，太好了，过不了两年我就是山东印染界的老大。马经理，全靠阁下了。董事长，事不宜迟啊，如果董事会决定的话，明天我就回上海发标书。好。
好，我一切听您安排啊。刘哥，按祥荣这么一说，这姓马的还不是等闲之辈啊？可不是嘛！你想想，思文海是什么人？如果不是真有两下子，他能给你两成的份子？<笑>一炮寻河，三年遇窝，行。哎，这俩行字我算认识了。哎，家驹啊。 上面这一行肯定是一炮寻河，因为依我认识，三位认识都明白。哎呀，六弟啊，你就快别看了啊，反正天天在这挂着，你就慢慢看吧。先说说咱怎么赢一个。有了我的寻河炮啊，别说姓马的了，姓吕的也得趴下。哎，杜警官，坐。嗯，都坐。六哥，祥荣在信上说这成品挂浆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挂不上，那姓马的就能挂上呢？什么？ 你说什么？挂什么浆？切，都光绪年间的工艺了都。哎，这挂浆我挂过，是不好挂。东俊哥，你知道当年我在周村是怎么让那些染坊趴下的啊？靠的就是挂浆。嗯，回头我把柱子叫来，那是我挂浆的大弟子，模范染厂马经理挂浆的老祖宗。哦，你说说怎么挂？东俊哥。 你好意思问呢？干咱这行的讲究的是江里来水里去，这才干了几天机器啊？你把挂浆给忘了？中午你请饭啊！哎，我请我请，你说说怎么挂？我说的是机器挂浆。我先说说你是怎么挂的。你布印出来之后，拉宽整平全完了，这才挂浆。那浆还在上面浮着，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还挂不匀是不是？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这你得问家驹，德国印花机啊都带挂浆机，我是先乱全给撤了，挂浆机上的说明书就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你快说吧！你是挂单浆还是挂双浆？你是不是想让布摸起来有点厚？哎呀，你快说怎么挂！哎呀，六哥，你快告诉我哥吧，你看把他急的。<笑>中午饭你是请定了，听着。 布印染完之后，干布下浆，浸透了再上甩干机，然后拉宽整平，这叫单浆。这双浆嘛，你得答应晚饭也得请我，我再告诉你这双浆。我揍你！你快说。好，我说。你想让布再厚一点啊？你这样，把挂浆机改一下，把两个滚筒调低了，滚筒下部蘸着浆转。 在布整平之前，先从挂浆机上走一遍，然后趁热整平，这叫双浆，布也就能厚一点。<笑>东宁哥，东叔，我那两个挂浆机啊，都扔在我厂西头放着呢。你们想要，哥俩临走的时候，一人扛一个回家。<笑>哎呀，小六子，你可是真行啊！哎，就这么简单，我怎么就是想不出来了？哎，今天晚饭我也请了。对对对，应该。这姓马的蒙资文海这样的外行行，他能跑到这儿来？ 很两成份子，不就是挂浆吗？老百姓买回去一下水，黏黏糊糊的，他能不骂咱吗？就他这样，还跑到济南府来吓唬我，把我惹急了，我用熊和炮啊，一炮我就结果了他。<笑><笑>来，刘哥，喝口茶。好。祥荣啊，受听收到你的信，好像没有把马子雄放在眼里啊。嗯，不要刚刚升了藤井，就高兴的过了头。 前两天他给我来了份电报，也是八个字：绳索钢叉，专办快马。看来啊，这个马子雄不能小看他呀。是啊，东初来信也提到这个。看来我以前是太轻视马子雄了。嗯，爸爸，这个模范染厂背后是一家银行，你看。 他们要在上海招标买布，嗯，哎，他们这样干的话，那纺织行的水分全给抽干了，大家生意还怎么做啊？嗯，这个马子雄啊，在上海曾经搞过这一套的，他派一个人，专门往低处喊，你低他就跟着低，低的你都快吃不消了。哎，正好被他套牢。嗯，上一回啊，他是收的保证金。 要是中了标不履约，那保证金就要被罚扣掉。当时的竞争
还不像现在这么激烈啊！你现在这样搞，不但上海的厂家都会去应标，我看连日本人、英国人都会参加进来。哎呀，那可是要拼老命的。不会有那么严重吧？你怎么看呢？哦，寿亭来电说，叫我一看到有关模范染厂的事情就告诉他。昨天早上，模范染厂的招标组送来了标书。报纸是后来出来的，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到济南去了，现在大概快到了。啊，这个马子雄到了那里肯定还要往布上挂浆，他这一挂大家都得跟着挂，可是我们又没有他挂的那么好，简直是添乱。东初来信说了，说寿亭是挂浆的祖师爷，你放心好了，到时候他会派人来教我们怎么挂的。他说的是手工挂，不是机器挂吧？东初说了，寿亭是靠挂浆发的家，机器挂也会的，你放心吧。这个寿亭，董事长，这次报名竞标的日本贸易商有7家，上海的有10家，林家和另外2家没有来。现在距离报名截止日期还有1个星期，我觉得意外的是，英国人这次没有来掺和，可能是我们催得太急了。现在中国境内货源不足，通知运输嘛也已经来不及了。英国人不要去理他，他们的布咱没用过。我呢，还是倾向日本。啊，左董事长，7家日本贸易商分属于不同的株式会社，每个株式会社又依附于不同的洋行，他们都想在中国打开局面。这次竞标将会是空前的激烈，董事长，我估计这次中标的很有可能是日本人。六哥，水满了，怎么了，六哥？家驹，你是学染织的，这布要是横着撕，是经线受力，还是纬线受力？哎呀，六哥。这布横着撕嘛，它当然是经线受力，纬线受力10%，你问这干嘛？马上给周涛飞发电报，让丁文东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济南来，然后你马上回来，咱们有大事商量。好好好。飞虎，飞虎，跟我到车间去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怎么了？我让飞虎跟我到车间去找块布。老吴啊，咱厂子现在有多少人？282个。这样，咱给每个工人呢，在银行里都立个存折，先存上1块钱，告诉他们不能随便提出来花了，这是底钱，一旦提出来，以后我们就没法给他存钱了。告诉工人们，谁干得好，咱就暗地里给他往存折上存钱，年下告诉他们总数，一块提出来过年。掌柜的，这个办法好。你就按花名册上存，咱们厂子40岁以上的工人有1半，这些工人拖家带口的，挺不容易的。给他们多发点钱。我这人一辈子就是不当守财奴，去存吧，按花名册存，存到劝业银行。记住了啊，是劝业银行。哎，记住了，劝业银行。董事长，啊，什么事？那个日本人明石有幸来了，在会见室等着呢。啊，他的中国话说的还不错。一开始我以为他说不了中国话，就把刘先生一起带去了。出来的时候，刘先生说他的日语非常好，是最高贵的那种日语。我看他人长得也不错。我把这件事情给忘记掉了。啊，叫他来吧，我在这里见他。哎，好。明石先生原来是日本的名门望族啊。我对林先生也是久仰大名啊。明石先生的贵商社是刚开业不久吧？小灶初起，请多关照。看贵商社的地址是在霞飞路那带的房价蛮贵的。哈，是这样，作为一般的日本商人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办公，但这是我家，就不便这样。明石先生屈尊备号，林某荣幸之至啊，不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效劳的。我要订10000匹布，32只1等纱，不知贵厂可以飞升吗？没有问题啊，那是最好的纱，不过价钱是要贵一点的。请林先生开价。
我初涉此道，还请关照。你是要日本大舰，还是要中国八百米舰？日本大舰，商标为锦衣牌。我们谈妥之后，详细要求和商标，我会派人送来。67元，可以吗？谢谢林先生。我这里是65万，林先生的报价比我预计的要高出2万，回头我就找人给你送了。能替明师先生效力，林某不胜荣幸啊。就65万，不要派人送了。嗯，明师先生啊，什么时间交货？11月中旬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嗯，11月10号就可以制好。制好以后我发到什么地方呢？就放在闸北仓库，那里是日本商人的共用仓库。没有问题。制好以后我会很快派人去通知明师先生的。李先生，金线用32/1等砂，纬线请你用这种砂。这种砂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李先生，请你在为这种砂上浆的时候用上桃胶和 SRN 胶，我想让布更结实一些。这是配方。哦，好，好的，我一定按照明师先生的要求去做。一定把布织出来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再见。再见。好了好了，你都看了有100遍了，快吃饭吧。你看。这是远姨让我从南京给你带回来的酒，是吧？我看你啊，现在真是老了，那么喜欢孩子。哎，彩琴，你看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，我看像他爹。你个小小六子，这名怎么样？这还是我给你起的呢，你跟我同名。哎，你得管我叫舅。怎么样？来，咱爷俩干一个。喝一杯。哎呀，你别把相片弄湿了呀，你好好吃吧。少廷啊，你派去的那个靠军团都快成半年货的了，吉普车的后斗子都装不下了。我这还是从礼单上弄下不少东西来呢，按照东俊嫂子的意思啊，我得装上一车厢。嗯，听家驹说啊，德国有那个叫什么冰箱，哎，那玩意儿可好啊，什么东西吃不了啊，往里一放，夏天都坏不了。咱中国是没那玩意儿。谁说的？咱妹子家就有，就在楼下的厨房里啊，像个大衣柜似的在那儿摆着，成天叫嗡嗡，太吵了。哎呀，我差点没让那东西给我闹死。哎呀，你早说呀你啊，啊，早知道我给他多拌几个肘子带过去了。你就会送肘子。远姨现在吃的可胖了，连饭都不敢吃了。走走走，胖点好，胖点好。哎，咱妹夫没带着你在南京到处逛逛？嗯，逛了，我们去了可多地方，好像都逛遍了。翡翠呀，大嫂，俺们三个还行。这老三家的那是玩疯了，你知道吧？长贺呀，还请军官找他跳舞呢。这军队一有舞会，就有汽车来接他，把个大嫂气的。我看出了济南府啊，这大嫂的威风也没了，老三家的也不管那一套了，只要汽车一来，抹上口红，穿上裙子，那可就走啊。大嫂怎么用眼弯他，他根本就不管了。这事儿啊，明天我得跟东俊哥说啊。哎，他不是狠吗？啊，他不是整天讲什么家风吗？
这下好了，人家老三家舞都跳了，我看他怎么办。常鹤呀，也可依着他呢，把上海的那个叫裴罗蒙的裁缝都给叫来了，那是当兵的给叫来的。那裁缝哪见过那阵势啊，随在那量衣服吧，手就随在那哆嗦。远姨啊，月子里也下了床，跟着那裁缝左比划右比划，给老三家的做的西服啊、裙子啊、坎肩儿，整整一大皮箱呢。哎呀，要不叫老三家的这么折腾，我们兴许还能在那多待几天呢。哎，福庆啊，你别在这听大人说话了，去把这些菜端到屋里去吃啊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啊。接着说，常鹤啊，请了三个军官轮流陪着那老三家的跳舞。嗯，那三个军官都叫什么官来着？哎，都叫什么官来着？你看你，我也没去，我哪知道啊？哦，对了，叫校官。嗯，一个比一个精神啊，个个都会说外国话，把我吓得呀！我就跟远一说啊。这要是老三家的跟着军官跑了，那我回去怎么跟老三交代呀？你笑什么呀你？这事儿我要一定跟赵东俊说，我看他怎么说。这事儿不能跟大表哥说啊，咱大表哥脸上挂不住。哎呀，蔡琴呐，这你就外行了。你想啊，人家为什么弄仨军官轮流请他？就是怕一个人老请啊，弄出感情来。这是为了让老三家的眼晕，让他看着一个比一个好。哎，可每一个呢都玩不长。哎，老三家跑了不要紧，你可别跑了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也跑不动，你胖。我揍死你！别别别，揍死你！福庆还在屋里呢。总以为泪是早已擦干，心中的滋味却又苦又咸。总以为彩虹就在眼前，我却在风雨中越走越远。这一场融化不会好心酸，这一场锦绣年华欲说无言。早知道这命运有天注定，我是否还要走万水千山？放屁！哥，哥，你们为什么打人？把我霸道跟你拼了！啊！中标！周总官的，具体事宜请与我的助手藤山君接洽。不是德国的 SIN 胶，就是桃胶。上当！哎呦，我这不痛！